香港的特产除了在红毯上的大牌明星与导演，与唱腔豪放的歌手，还有那中西合璧的独特香港美食，传统粤菜该有的招牌料理，这里一样也不缺。上菜步调快速，菜色多样，能满足各种需求，还曾吸引 TVB 与苹果日报等媒体报道。镇店招牌乒乓云吞弹牙爽口，以大颗虾仁混合鲜肉馅制，加上黑胡椒提味，汤汁虾味浓郁，每餐限量100份，售完为止。如果你有幸点到限量供应的云吞，不妨在热闹的店里享用，看看会不会有某个电视上经常出现的美食评论家坐在你的隔壁桌。